会随便拍我们都有的没的。我拍你，那有没有？啊，我没拍怎么办？你们拍我干嘛？现在现场排尾，现在为什么排尾？民众看到路口大批警力，好奇靠近张望，却瞬间被玻璃式大人包围。对你，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你有围起来吗？没立刻出示证件，直接被所长出手，打算要带回派出所。需要这么多人吗？我也不配合吗？我就想要这么多人。好啊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，可以了不起，但是给我查清楚。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摆出如此阵仗，时间地点敏感，正好是机车族代转大富翁爆发警民冲突过后。当下我也不想多想，我就走了。可是我被十几个远警包围住，在后面戳我。后来我发现，回头看到说戳我的那居然是一个所长。如此态度让民众直呼倒霉，扫到台风尾，竟差点被抓到警局。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执行公务嘛，那你跟我讲一声我就走了嘛。然后后来他们说好，那把他证件拿出来。当下所长讲了一句让我非常吓到的话，他说给我好好的查。我们是怀疑他是跟那个代表大富翁群众那是有连结的，那我们在查明他的身份证件没有误之后就让他离开了。但代转区争议不断，延伸问题不仅仅是机车族，连路人也遭殃，问题不解恐怕无法安宁。直接左转会很危险，这样代转比较安全啊，但是有个代转区把它规划出来，可我会建议代转区划宽一点。但台北市车流量大，交通动线又容易遇上高架桥，大多骑士还是认为代转有其必要。只是警方执法若不能让人心服口服，警民冲突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次。记者谢耀娟、何玉荣台北报道。